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则稍微有一点震惊、有一点恐怖的关于印度的事情。那么提到印度，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印边境的问题，以及印度愈演愈烈的疫情。当谈到这些的话，我们以为印度民众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难道还有什么事情，相比于疫情死人来讲，相比于中印边境他们领土上的纠纷摩擦来讲，更让印度人最为揪心的事情吗？有一件，这件事情可能国人很多都没有注意到，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能够了解得到，然后通过我的整理，通过对设备今天花了点时间的调试，我想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在说之前呢，我想有感而发，今天啊，我们多伦多猛龙队去年的 NBA 卫冕冠军，今天呢惜败五分的劣势惜败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然后我们一起缅怀这支球队，这支曾经给加拿大也好，给这支城市也好带来无限荣誉的多伦多猛龙队。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支球队的失利啊，我们一起缅怀我们的优秀的队员啊，其实别的不缅怀了，就缅怀一个西亚坎，就缅怀一个西亚卡姆吧，其他人就是其他人我们都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西亚卡姆也尽力了，但就是太让人失望了。同时恭喜波士顿凯尔特人和迈阿密热火啊，再一次会师东部决赛啊，再次会师东部决赛。其实这两支球队给予大家对于东部的印象的记忆，在过去十年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那么这两支球队竟然在如此不被大家看好的情况下，又一次的会师东部决赛啊。别的不说，我先说一起恐怖的事件，那就是发生在印度的宝莱坞男性自杀阴谋论。这起事件是怎么得知的呢？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一个讲华语的，身处在一个加拿大英文区的，我是怎么能够关注到这起事件的呢？首先在中印边境冲突愈演愈烈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在看印度的英文电视台、英文媒体，我想知道前线到底从印度人口中 得出的结论或者说进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发现最开始、中间哪怕到现在，最为让印度媒体、今日印度关注的是 SSR 这个人的死亡。出于对想对印度的国情的了解以及好奇心，让我不得不去探究这个人是谁。那么这个人啊，其实长得非常的帅啊，我第一眼看上去我感觉就是相当于，你要说真的拿长相来说啊，真的说长相来说，去跟一个我们华语乐坛华语影坛娱乐圈所知道的一个明星所比较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像余文乐的感觉。 Shant辛格拉吉普特，舒尚特辛格拉吉普特啊，他在今年的6月14号在孟买的家中公寓里面自杀身亡。自杀的方式呢是自缢啊，自缢。警察发现之后给予外界的信息普遍是一个原因，那就是患有抑郁症。那么这种抑郁症是从何而来的呢？据说是因为他的星途、他的演艺之路受到巨大的挫折，因此心里难以控制走上绝路的。那么这起事件我注意到的同时，它是跟中印边境放在同一板块、同一个屏幕上去报道的，作为 breaking news， 而且它是滚动联播的，有一系列的进展、一系列的变化，大家一系列的评论都会有这样的推测啊，都会有这样的后续的报道。那么因此我觉得这个事件不简单啊，首先不简单，不简单至于我再要说一点，就是说这起事件其实已经引起了印度
总理莫迪的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发推文说，这位聪明的年轻演员走得太早了，他在电视和电影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在娱乐界的成长激发了许多人的兴趣。也许许多留下令人难忘的表演，我和他的家人及粉丝依然感同身受，请安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高层的一种警觉，或者说一种重视。那么同时呢，印度总理莫迪难道仅仅是发推文悼念这么简单吗？不，印度总理莫迪直接命令下面的三个权力阶层，一个叫 Enforcement Directorate， 大概就是执法指导委员会，以及 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 国家调查机构，同时伴随着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大概就是印度的中央情报局 CBI。 CBI 如果你想调查中印形势的话，你发现 CBI 一直扮演着情报方面的工作。那么如此重大角色的机构竟然去调查，去花力量去调查一个明星的死亡，可见这个明星的影响力之大，生前的影响力之大，而且他死后的影响力之大。那么他生前都是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苏尚特呀，1986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哈尔邦的巴拿特市。这个哈尔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在西西里走廊以西一点，然后呢，它是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南一点，然后它的西部呢，往直走呢，就是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给大家一个距离吧，他的老家巴拿特市距离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反而近一点，距离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市反而远一点。在他16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临近他上大学期间就逝世了。在他母亲逝世之后，他们全家都搬去了德里就是印度的首都。在德里呢，学习了3年的工程大学，但是在大学期间突然发现他原来更有一个梦想，就是演影视业于是他果断的辍学了。辍学之后去孟买追逐他宝莱坞的梦想。其实他最早透露于屏幕上的时候是2003年的一部肥皂剧。那么在2013年他的处女作就是《断线人生》被大家所熟知，他的角色。那么在2014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说和阿米尔汗安努卡沙玛共同主演的《我的个神啊》这么一部电视剧。然后以及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曾经扮演过 Miss Donny at the Untold Story。就是 Miss Donny 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印度的板球明星，体育界的人物。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曾经打破了印度20多年不拿板球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尴尬的记录。因此呢，他的这个形象果断的和一个明星相联系起来了，被大家所熟知。那么其实更让人就是记住他的作品呢，是2014年的《来自星星的傻瓜 PK》。那么这部作品树立他非常非常就是说干净俊朗，然后清晰，给人一种偶像剧的一种感觉，一种的印象在2020年，就是今年的时候，他其实还有一部作品刚上映，叫Dilip Bachchan 这个电影呢，我没有看到全整版的完整版的，但是在 YouTube 上有这个 trailer。 可以说他饰演的这种干净俊朗这种谈恋爱的这种小男生的形象，其实是在印度是非常有市场的。而且他本身的笑容就是没有任何心机的，很纯洁很纯粹的一种笑容，让人家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心机那么这部电影的名字呢，
翻译成英文叫 helpless heart， 那么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叫原来是你啊。哎，说到此我真的想为他献上一首歌。难过是因为慢了很久，是因为想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哭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收了我？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转不出。那么他的死因以及他的生前，我已经跟大家有一个粗略的描述了。他死的时候其实是6月14号，过去很久了。那么在 YouTube 上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人他躺在床上最后一刻的时候，警察进来的时候，他下半身当然是穿着内裤的，是裸露的，他的肚子他的腿都有被拍到，但是可能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警方所提供的录像仅仅是在脸部这边有遮盖，并没有啊展现出他的最后的遗容。那么当他被医院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和警察护送的队伍抬出去的时候，他全身是裹着白布的。这个人呢，就这一瞬间从事地球上就走了。然而在次日，他就以火化的身份去火葬了。他火化是尊重印度的传统习俗，当然有很多人送的。我们不禁要想，是什么去让他死亡的？86年，34岁，如此大好的年纪，这么高的人气，什么让他走向这条自杀的不归路呢？我先提一下，从印度教的教义上来讲，自杀是最可耻的行为。那么他明显是信印度教的，他的根，他的信仰是信印度教的，那为什么他会如此用这么一种极端的手段，在他如此辉煌的时候去结束生命呢？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也会有。黑色幽默也许就是讲述人生人情冷暖最好的一种解释。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啊，那么截止今日，我之前刚刚讲过，莫迪派出3支权力部门已经稽查此案。那么今天又派出一个部门呢，就是印度的缉毒行动小组，也全力介入此案啊，那么首先我先说一下他的生存环境。真正的主角我留在最后说，大家不要不要生气啊，不要恨我去卖关子啊。这个他所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看看能不能。首先一点啊，就是说他在2019年11月份的时候，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吉列公司，就是刮胡刀那个吉列公司，关于男性释放情绪的重要性的广告，并写到：“男人也有情绪，所以不要害羞，哭吧，释放出来，不要憋在心里，那不是一种脆弱，而是一种能力，去尽情的享受吧。人是有感情的。”那么苏尚特他本人呢？苏尚特在最后一次社交平台的发文是6月3日，
那么他发出了一张与已故母亲的照片的拼图，并写道：模糊的过去随着泪滴而消散，无尽的梦刻画出一个微笑，转瞬即逝的生命，两者之间难以平衡。外界因此猜测此时他已经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了。所以说可以说这个事情呢，你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片段来分析他内心的变化，还是否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东西呢？我在最近的今日印度当中发现，就是说印度警察逮捕了曾经跟他合作过的一名制片人啊，制片人，电影的制片人，曾经说过说他在拍完那部跟这个制片人合作的电影之后，据说没有拿到酬劳，可能是他心情抑郁的一个因素。然后那个制片人还是无奈的又轻蔑的笑了笑啊。这个苏尚特辛格拉吉福特，他的造型师也曾经说，在宝莱坞工厂没有人是他的朋友，没有人对他施以援手。以及曾经的现在的印度知名女星米拉乔普拉也揭露说，没有人帮助他，他也得不到他想要的角色，他的才能被当成世家子弟抬轿的工具，只是一部票房不理想他就会当成不可接触而抛弃啊。这个其实这样的圈子里面的现状呢，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中国、韩国、台湾都会有这样的现状。所以说其实这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种规则，或者说行业内的一种东西啊。但是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随便说说，我想是你已经早已猜透，弄错搞错，只是我怕眼泪转不住。那么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为什么我要唱一段当中的这个桥段呢？就是黑色幽默往往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结局。那么这个结局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故事的女主登场。我们都知道男演员，这名男演员苏尚特辛格拉吉普特，他演的非常有名的电影家喻户晓。那么在他自缢之后，其实警方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但是在3个月之后，他的父亲说他的儿子的死亡其实是有外界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外界原因是什么呢？他儿子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跟一个也是名女演员的叫瑞亚·查克拉伯蒂 （Riha Chakraborty） 正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并且在半年后，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一起同居。谁知道同居半年就出现了如此大的命案。那么为什么会跟这个女方有什么关系呢？这明明是一起自杀事件。据说这个女方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向警察承认自己曾经提供给男友毒品，有最近一次呢，还也是帮助在6月份的时候帮助男友呢把毒品掺进咖啡里去喝啊。那么她已经向警察承认了自己买毒提供毒品的这么一种事实，这种情况在印度是违法的，因此印度警方将他在传唤之后当庭逮捕。所以说他普遍被认为是调查苏尚特辛格拉吉普特死亡的一个线索，也是重大嫌疑人啊。那么据悉这个
他的女友呢曾经教唆啊，教唆他自杀，教唆苏桑特辛格拉吉普特自杀。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女友也曾经也是涉嫌幕后毒品集团的一个头目，因此在给男友提供毒品之后，然后威胁男友，因为种种原因威胁男友啊去自杀，就说你最好去死吧，去死是你最好的归宿，你要不去死的话，可能你的其他事情会受到牵连，因此才让那个苏桑特辛格拉吉普特啊去自杀。印度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了一共涉案的九人，其中包括这个女方啊，瑞亚查克拉伯蒂的哥哥。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抑郁症星途受阻那么简单，背后也不仅仅是我不喜欢媒体归结为说他吸毒这么简单，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可能背后涉及某些集团的利益以及不集团的利益，这个是我能够提供到的认知啊。昨天就是在昨天，他的女友已经在被印度法院当庭逮捕之后，在他认罪当庭逮捕之后，曾经提出来说想要获得保释的请求，但是被法官当庭驳回。保释是14天啊，保释是14天。但是被驳回之后，他有可能要面临10年的监禁。被驳回的理由就是说证据已经充分确凿啊，没有必要再让你保释，说白了就是怕你跑了之后该怎么办。所以说真的，一个34岁的一个大男孩，单纯的大男孩死在了28岁一个小女友的面前，真的可能当中有更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是基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以及印度权力部门高层所引起的这种重视，以及所采用权力所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目前为止他的女友28岁的女友应该是心理方面是承受不住了，因为铺天盖地的新闻太多了，只要他出门呢，基本上都是摄像机，他已经星途已经阻断了，并且全程都会有拍摄，都会有跟踪的。所以说怎么说呢，这背后的故事也更多啊，更多。值得一提的是，苏桑特辛格拉吉普特他在自杀前的5天啊，自杀前的5天，他的前经纪人呢、他的前经纪人，我说在自杀前的5天从14楼跳楼身亡。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两起事件有关联，但是对于他演艺之路的受挫以及他的死，可能形成非常自然的逻辑关系啊，这种事情。所以说还是感到遗憾。说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到这么帅的小伙，我都觉得非常遗憾他能够就是这么早的就离开人世。可能是一时冲动，可能是心理承受力弱。不可否认是，首先呢，印度当局他一定是希望用这起事件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国内的压力，这起事件和中印一起和中印边境冲突一起去转移，这是一方面。那么其次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有可能在宝莱坞里面没有印度总理莫迪的人，因此印度总理莫迪正好可以一把抓他，去顺应民意啊，顺应民意，增加民众支持度，在民众最关心的事情上案件上大展身手，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印度人其实他也知道啊，官方他也知道中印边境冲突可能他不想走弄那么久，那么真正与他息息相关的还是要回到民生社会的问题。印度最大的目前的执政党也要处理好民意，因此会更加在这种
民生所关心的这种事情上，尤其是这种充满着暗中暗、谍中谍、充满着阴谋论的这种事情的背后去大做文章啊，去大做文章。同时我真的说想缅怀一下，缅怀一下这个刚刚就是三个月前离开人世的这么一个出色的演员。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我大概有看过，就是真的是那种主要是印地语，但是我知道他闪现的这些都是一种青春洋溢，甚至说一种坚韧的一种大男孩的形象，值得每一个人去从中去寻找自己的影子。然后也是偶然的机会我能够了解到他，甚至说了解到他的作品，即便我本人我们华人跟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但是还是希望网友多多的关注他生前的作品，甚至多多的关注印度电影。然后谢谢大家，谢谢。说散你想好久了吧，我的认真败给黑手。